今天吃个火鸡面，全新没开封的。这不白玩了吗？中间没电了，暂停了。不管如何，接着吃完吧。鸡蛋还大的荔枝，今天我们来尝试一下荔枝的新吃法，各种小料。看扒出来的这个，哎呦我去！先来一个，这是荔枝蘸酱油。蘸酱油就是甜鲜口。再来一个，这个是荔枝蘸盐。太咸了。这个是荔枝汁。这是荔枝蘸白糖。够不够大？白糖，甜上加甜，空口来一个。那荔枝汁儿可足了。这两个是在冰箱里冻了三个小时的荔枝。我看看还能不能吃。冻了三个小时的冻荔枝，跟沙冰似的。荔枝最好吃，然后是荔枝，然后是荔枝蘸白糖，然后是荔枝蘸酱油，最后是荔枝蘸盐，因为蘸的盐实在是太咸了。